各位朋友，你哋好啊！咁今日咧就讲一讲家驹嗰个坟咧，俾呢个即系光头仔啊，咁啊毁坏诸如此类嘅嘢，咁啊真系要讲讲，因为本身我系要讲音乐同埋中意音乐，咁佢毁坏家驹个坟咧，当然系即系好嬲噶啦吓，相信大家啲朋友都好嬲。咁嬲之餘咧，咁我講講呢件事啊，翻分析呢件事，因為我都睇咗佢嗰個 Facebook 啊，睇咗佢嗰個 YouTube 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嚇。咁我發現佢咧識嘅人咧都係大過佢啊，起碼即係大咗5年以上。咁相信即係佢個 file 咧，即係喺警署嗰度成隻口噶啦，咁應該都係俾人招攬入伍嗰啲啦嚇，即係嚇，因為佢由暴動開始就已經係生事，咁應該係俾人洗一腦。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咧，即係我要翻分析嘅，因為坊間所講嘅洗腦咧，並唔係咁全面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呢個世界上面咧有一樣嘢係一個好致命嘅武器嚟噶，包括用喺戰爭上面呢一種叫 mind control， 就係即係思想控制。咁思想控制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就係利用佢嗰個第一就係無知啦，第二咧就係取向啦，咁第三咧就係誘導啦，咁樣諸如此類咧，咁就可以誘發咧一個人嘅獸性出嚟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做一個人好難嘅。即係你做一個好人係更加難，都唔好講話做一個人啦。咁但係你有發獸性翻返去動物嘅階段咧，就好容易嘅。咁呢個係人類自有人類懂事開始，即係由呢、這個新石器時代開始咧，人開始脱離個獸性嘅時候咧，咁一路記落一路寄傳落嚟嘅文化咧，就係、是、其實就係令到咧人點樣可以脫離動物即係獵殺嘅階段，同埋即係做翻一個有靈性嘅人。咁其實點解會強調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翻翻獸性嘅時候咧，不斷獵殺咧，其實係會滅亡嘅。即係由10000年前一路落嚟嘅歷史已經知道，逢親獵殺嘅嘢就會滅亡嚇。咁當然有啲朋友話喂我哋食飯啊，各樣嘢啊，咁我哋都會殺生噶啦，係咪？冇錯啊，啱啊，係啊，即係你殺生咧，其實係令到滅亡嘅一部分嚟啊。咁食物係供給一啲生物去所需嘅，咁但係過多嘅食物咧，就導致成浪費咧，咁就會導致成滅亡嘅根源啦。因為原本咧，即係我哋有生命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循環鏈嚟嘅，一個循環鏈其實係構造得好完美下嘅。咁當然裡面咧就係好血腥啦。咁所以點解會有靈性嘅出現呢？就係因為由以前一路流傳落嚟嘅歷史，不斷錯誤中嘅學習，不斷嘅教化，不斷令到人類咧就可以和善咁樣生存落嚟。咁生存落嚟之後咧，你就避免咗個滅亡啊嘛，咁但係翻翻獸性咧就好容易滅亡啦，因為你懂我懂你係為咗生存咁樣，係啦，好咁啊，呢個都係題外話，或者即係有朋友中意聽我分享人生經驗嘅話，咁之後再講嚇。咁我而家講翻呢個光頭仔先，咁嗱佢如果我冇估計錯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咁大家即係支持開我嘅 channel 都知道我嗰個習慣，我唔會獨立去批判佢，即係係咁鬧佢，係咁鬧佢，因為咁係其實成個社會都喺度鬧緊佢啊，咁鬧緊佢，咁呢個係一個發泄啦。當然我都好嬲怒啦，咁但係你分析落嚟嘅時候咧，到底佢發生咗啲咩事去揼下家驹嘅墳咧？咁首先係幾點啦，即係好多 KOL 都講咗㗎啦。其實就係話，即係佢博收視、博出名啊，或者有啲收入啊，各樣嘢啦嚇。咁呢樣嘢咧，就係佢認為佢自己嘅 KOL 要出名嘅方法，但係當然呢種方法一定係錯嘅嚇，即係
我有十足的證據可以話佢係錯。點解咧？嗱，首先第一樣嘢，你去破壞別人哋嘅嘢，咁人哋都可以破壞你嘅嘢。但係我睇過佢咧，佢係冇乜俾人破壞嘅，因為點解咧？佢冇嘢俾人破壞啊嘛。嚇咁啊，正正咧就有一班人咧，大過佢、年長過佢嘅咧，就正正就係想招攬呢類型嘅人。咁我睇過佢咧，就可能受到藥物嘅影響，即係唔知佢係咪細細個就已經吸毒嚇，即係好難講啊呢樣嘢。因為我見到佢嘅眼神咧就唔係好正常。咁另外一樣嘢咧，佢嘅言行都唔正常。咁即係如果即係好似我咁之前即係喺過啲特殊學校嗰度教過攝影咁啦。我就認為佢其實先天好似係冇問題嘅，係後天嗰度咧有機會係受藥物影響，跟住羣埋一班人無所事事啊，嗰樣嘢咁咪玩破壞咯，因為佢認為係啱啊嘛嚇。咁但係人哋破壞佢咧就唔啱嘅喎，佢又因為佢又冇嘢俾人破壞啊嘛，係啊。咁佢其實諗唔通乜嘢係為之做一個人，亦都可能冇人同佢講係一個人係到底發生咩事。咁我好希望咧，我透過呢條片咧，就除咗譴責佢之外咧，就係同佢分一分析佢嘅人生，因為你係咁鬧佢都係冇乜用啦，即係法律可以制裁佢。咁好啦，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做咁多嘢咧，我發現佢係唔知道痛呢個字係乜嘢，痛係咩咧？係心痛啊！即係佢未個良知咧，未可以開發到出嚟。咁痛，即係呢一種心痛咧，係喺佢個價值觀裡面咧，係未存在到嘅嚇，即係個良知未存在到嘅。佢而家一味係勇往直前，總之係肆無忌憚咁樣，即係將佢個生命係不斷喺浪費緊。但係佢就以為自己咧就好高尚，即係俾緊一班擁護佢嘅 fans 去睇。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即係一種魔鬼嘅代言者嚟嘅。因為點解會提到魔鬼咧？即係用呢張相，即係呢張相係用我朋友嗰個 AI 即係做出嚟，因為我個 AI 咧都做出嚟啊，怪怪地，因為可能有啲字咧禁忌啊。咁啊，我啊做呢張相嘅時候咧，就即係見到佢 AI 做出嚟都即係唔係太恐怖咁啊，用呢張相咁樣。好啦，咁啊呢個點解會講到魔鬼咧？就係因為點解咧？其實人嘅獸性咧，正正就係。形容成一個魔鬼嘅行為，咁魔鬼係咩咧？其實魔鬼咧係好自卑嘅。其實佢點解呢個光頭仔做咁多反常行為咧？其實相對上咧就係佢好自卑。第二，佢好虛榮。咁第三就係佢揾唔到佢人生嘅目標啊。其實咧好多學壞嘅細路仔啦，或者唔一定係細路仔嘅，即係你。年長嗰啲結咗婚都可以學壞啊！你見到咧，哇！即係結咗婚可以一拖十都有嘅，即係有啲人哇離曬大譜啊！咁啊，好，我哋唔好扯話題，我哋講翻佢先。咁佢俾呢啲咁嘅獸性去引誘嘅時候咧，其實同翻佢個家庭背景係好有關係嘅，因為應該都冇乜人可以理到佢。同埋我發現佢係有少少。應該係啲過度活躍症諸如此類嘅嘢㗎啦。咁就其實呢，佢本身就好聰明嘅。咁但係佢用錯咗方法，亦都係可恨咧。就係有一啲真係壞咗嘅人啦，去誘導佢咧，去做一啲咁嘅行為出嚟，就以為好正啊嗰樣嘢。其實係個價值觀出咗事啊。好啦，咁其實咧有幾個方法可以令到佢個良知啊出翻嚟嘅。第一就係即係而家呢個墳咧，就係阿家驅啦。咁啊，即係其實會唔會阿家強？因為呢個墳都唔少錢㗎嚇。即係我講緊真實嗰個啊。同埋個人嗰個墳嗰個本身個價值咧，我諗都有幾廿萬㗎啦嚇。咁加埋個精神創傷嗰個索償咧，我諗即係以阿家強地嗰個 level 啦，嗰個級數咧，其實都可以索佢幾百萬啊，或者幾千萬都得嘅，係啊。即係因為呢樣嘢係點解咧？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可以誘導到佢咧，知道痛。
因為佢而家係諗緊一樣嘢，哇！我要出位啊嘛，嚇、啊，即係因為家區個墳都唔係第一次俾人搞噶啦。咁通常搞家區個墳咧，一係就仇口啦，一係咧就玩嘢啦，即係嗰啲惡作劇啦。咁一係咧就為咗出名啦，好似而家咁樣。我當佢係為咗出名先。咁佢如果係入品呢樣嘢嘅話咧，根本上即係嗱，我而家唔係教唆啊，而係一個方法，希望可以令到佢浪子回頭咯。因為嘥咗一個咁聰明嘅人啦嚇。咁、啊、當佢要孭住一嚿數嘅時候咧，因為佢輸緊啊嚇，官司佢係輸緊嘅。咁孭住一嚿數嘅時候咧，咁你根本上佢就已經知道痛啦，因為同佢玩埋一班嗰啲。都諗住哇喺嗰個收入啊嗰樣嘢咧，隨時我都可以同你做到張相出嚟啦。因為佢破壞嘅時候咧，好明顯就揼爛咗阿家驅張相啊嘛。咁啊揼爛張相啊幾多錢啊嚇？呢度幾多錢啊？幾千蚊我俾你啦，豪俾你。即係佢哋嘅諗法咧，有機會係咁幼稚啊。咁其實咧，即係我都同即係呢位光頭仔講啦，即係你。其實呢樣嘢係太差啦，因為你冇諗到咧，你以後嘅人生到底點？因為你或者都冇諗到自己會年長到嚇、啊，即係諗住可能都廿零歲就瓜柴啦嚇、啊，可能係咁樣。咁啊，所以咪做出呢啲行為咯，唔負責任咯嚇。咁、啊、但係如果係呢個方法可以令到佢孭到嘅話咧，可能會喚醒到佢班朋友咧，喂唔掂，個收入係咁，咁可能就會遠離佢咯嚇、啊，遠離佢少少啦。咁啊，佢又開始寂寞孤單啦。咁啊，哇，原來可能係知道哦，賴咗嘢啦。哦，原來身邊啲朋友咁差嘅咁樣。咁我喺呢度咧都奉勸啦，呢位光頭仔嘅朋友咧，講真，即係你有幾黑都好啦。有時有啲嘢唔玩得噶嚇、啊，即係你要出名就還出名啦。你搞人哋個墳做乜鬼嘢咧？真係，即係你覺得好得意好玩。咁但係而家你孭條數咁點搞咧？係咪？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做人曳就還曳，即係你有時惡作劇就還惡作劇。但係你一去到破壞就係壞㗎啦，你個人就壞咗㗎啦。你要壞咗喺個社會上面，咪咩咯？要接受呢個懲罰咯，一定㗎啦呢個嚇。咁唔通個世界係你嘅咩？呢個世界係大家噶嘛，係咪先？哇！你喺度玩喎，咁唔掂嘅喎，呢樣嘢即係譬如你揼爛家居個墳，我哋揼爛曬你屋企啲嘢得唔得？你自己又唔肯俾人揼爛㗎啦，肯定係咪啊？更何況你有冇屋企我都唔知嚇。咁觀物論點呢啲係善意啦，即係大家傾嘅啫。講真，有時有啲嘢即係你去到。你而家去到上 court 咁啊輸緊㗎啦，呢啲嘢係咪啊？又刑事又成咁，你哇真係即係唔好俾魔鬼去利用咗先得㗎。你利用即係魔鬼咧，係專收一啲小聰明嘅人啊。通常魔鬼咧就係用完呢啲人咧就唔要嘅，咁啊變成地底嚟咁啊好慘啊！即係你一見到咧，有啲人人生行錯咗一步之後咧，你見到有啲係瞓天橋。橋底啊，有啲人上咗毒癮啊，咁啊冇辦法啦，因為佢已經冇曬能力啦，咁啊唯有咪盤皮咯，係咪先嚇？咁嗱，頭先嗰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一個叫做社會嘅做法啦，睇下令到佢孭少少嘢上身啦嚇。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係唔知道痛嘅喎，即係我發現嚇佢心痛佢係唔會噶啦，但係肉體嘅痛佢都唔知嘅喎嚇，唔知咁呢樣嘢咧，我係要值得分享啦，即係分享俾呢個光頭仔睇啦。咁啊嗱睇下相機影唔影到嚇嗱，我呢度呢個手指嚇，呢個手指咁我其實呢度咧就係、是、有一次去西藏咧就有少少意外咧，就俾嗰啲鋼即係嗰啲鐵嗰啲欄啊，就有條嗰啲鐵咧直接插咗入去，咁啊撬開咗呢度一大嚿肉啦，咁啊當其時好恐怖啦，即係爸爸聲流血，咁啊好痛啦，真係劇痛到麻嘅，咁啊呢度我就見到條骨啦，同埋嗰啲即係唔知係咪筋啊嗰樣嘢咧，咁喺度浮啊浮啊咁樣，唉嗰種感覺啊好奇怪咁啊～係啊，我仲要係走去架吉普車嗰度咧，就要咬住條毛巾，即係呢個係即係早年咧一啲救急嘅訓練啦。咁啊咬住條毛巾，跟住攞樽火酒咧就咁淋落去，哇！嗰種痛，成世都記得嘅嗰種麻嘅痛，即係等於
可能係冇嗰啲俾人即係整斷咗隻手腳嗰啲痛嘅咁厲害咯，但係都已經好厲害啦，已經痛，咁我都未必受得到啊。咁呢個光頭仔咧就應該係未受過呢啲真正嘅痛苦嘅，因為你見到佢都係耍緊小聰明，耍緊一啲即係可能俾人 mic control 咗，俾人收埋咗嘅動作啊咁。咁好啦，一講到收埋呢樣嘢咧。的確，呢個社會上咧，隨時係有一啲團體啊、組織啊、人啊，係專係收買呢一啲人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話自己精神錯亂，即係佢因為小聰明啊嘛。喺個社會上咧，佢要揾啲一啲，因為其實佢冇乜能力嘅啫。即係好老實，即係你話佢有咩技能咧，咪揼爛啲嘢咯。有咩技能咧？啊，咁啊好啦，咁啊跟住佢即係佢冇技能嘅時候咧，咁。啲人就會利用佢嘅小聰明，咁佢可以話喂我精神錯亂咁樣，跟住就話喺個世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咧就喂走精面，我有即係我哋香港叫白卡啦嚇，咁啊應該個官咧就判你最多咪精神嘢，咁啊即係佢覺得好玩嘅呢啲嘢嚇，因為佢嘅價值觀扭曲咗嚇，咁但係好老實講一句，即係阿光頭仔嚇，我係講俾阿光頭仔聽嚇。其實你的聰明其實會不會是可以再利用在一些有建設性的上面的東西呢？你想想，即其實你的技能有什麼呢？突然一些東西，粗口爛舌，或者去索下 K， 這些不是技能來的，你想清楚一點，這些是別人利用你，即你的人生已經是給了別人了，別人很便宜地買了你的人生，好蝕底的這件事，真的很蝕底。我都奉勸呢，買他的人生的人呢，即放放過他啦，是啊，即有時有些東西未去到殺人放火的時候呢，好收手啦，有時有些東西賺夠啦，是不是？那在這件事上面呢，我又想同即係各位朋友咧講一講，點解我會咁冷靜去分析佢咧？點解我又唔係太即係好激動啊嗰啲嗰樣嘢？即係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喺講少少類似宗教嘅嘢，因為我哋已經係知道咧佢呢種被魔鬼誘導嘅人咧已經係存在住嘅，因為點解在2500多年前啊，咁釋迦牟尼準備成佛的時候啦，咁佢相傳啊，因為呢些都不會係有證實的啦，因為已經係2500多年前相傳佢得道之前咧，就係同魔鬼咧就講過一啲説話嘅。咁個魔鬼就話：當釋迦牟尼圓寂咗之後咧，我會派人入去你的寺廟破你的法。破你的在社會上面咧，我的信徒啊比你多，我會破你的道。咁釋迦牟尼咧同佢講，其實你的存在是已經肯定咗噶啦，但是我不會去同你去有任何的爭鬥，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你好卑，好卑，因為你淨係識得利用人，淨係識得去作惡，其實。你身邊的嘢全部都是一些不存在的，因為你知啦，其實即係佢個意思，即係話咧，喂，你互相利用的時候咧，邊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啊？邊有一些真係關心你的人啊？所以而家我哋嘅社會咧係四分五裂，邪惡嘅嘢咧就準備係變真理咁樣，即係尤其是喺互聯網，因為冇好似係冇呢個道德觀念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佢哋係未睇到道德觀念到底喺互聯網上面係有幾咁重要啫，我覺得嚇。咁當其時啊，釋迦牟尼已經講咗，你雖然你嘅信徒比我多，但係你係一個好可悲嘅即係魔鬼咯。嗰個魔鬼咧，佢列咗個名叫波孫嚇，咁應該係梵文譯過嚟啦，估計係咁呢樣嘢咧，就係我好想喺呢條片裏面就係講，即係其實喺聖經又好，喺即係釋迦牟尼裏面又好，其實都已經講咗咧，魔鬼係一定會降臨嘅，咁就會出現咗呢一班人，但係善良嘅人
或者想做好人的人，你哋唔使擔心啊，唔使擔心，因為點解咧？釋迦牟尼講過，耶穌都講過，邪不能係聖正嘅。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魔鬼嗰種做法咧，一定係導致到佢本身自己嘅滅亡嘅。咁好似阿光頭仔咁啦，咁佢講真，佢嘅人生如果再唔改嘅話咧，就彎曬嘅。咁同埋咧，即係一路喺度誘導緊佢嘅所謂嘅朋友啦。都其實都彎彎地啦，即係講真，如果喺件社會上面咧，你引起咗咁大迴響，好收手啦，係啊，即係未去到最後冇彎轉嘅時候嚇，因為而家都仲有少少彎轉嚇，最多都係判下坐少少咁樣啦嚇，或者係孭咗條數喺身，咁咪努力改邪歸正去賺翻嚟咯，係咪？係啦，咁啊，光頭仔啊，希望佢即係可以改邪歸正啦，唔好去到殺人放火嘅階段啦，係嘛？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又講講少少嘢啊。咁啊，我都見到過喺個網上面咧，都有啲人話：，喂，佢嘅存在其實都會帶起到阿 Beyond 啦，即係阿 Beyond 係不滅嘅，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即係咁又可以做下宣傳。喂，呢啲嘢我就肯定唔認同啦，錯到無可再錯添啊！呢啲其實就係即係個魔鬼啊，去引誘你包裝佢嘅好處啫嘛。即係喺即係佢哋喺基督徒上面，魔鬼其實最大嘅大話係咩呢？就係話你成日都係覺得自己有好多時間，所以就唔去善良，仲喺度玩緊一啲即係破壞性嘅嘢。其實就係魔鬼最大嘅大話嚟噶嘛。咁所以頭先嗰樣嘢我梗係唔認同咧，因為點解有真憑實據咧？就係話阿加強、世榮地講真，即係當其時咧，阿家驅在日本那裡表演，他在個台上跌下來，他們加強地在個台上看著個阿哥跌下去個台上，這個陰影我相信他們一生都磨滅不到。所以你這個光頭仔做的事是很可憐，亦都是很可悲，亦都是很卑鄙，很卑鄙。因為為什麼呢？你不斷勾起呢他們即是加強地這種這麼痛苦的陰影的回憶，他哋好想都應該係好想咧，就係放低嘅啦。咁你一班人咧，間唔間中你又聊下佢哋做咩啊？即係如果你有本事嘅話，係咪你係起棟摩天大廈出嚟啦？做咩去搞人哋個墳啫？仲要即係學埋曬嗰啲咁嘅衰嘢咧？就係、是、硬係嗰啲魔鬼代言人咧，就唔知點解咧，硬係去舐下啲嘢喎，中意用條脷去舐下啲嘢啊！咁啊，即係硬係覺得好有型啊，好咩？其實呢樣嘢，你覺得係咪好核突嘅咧？即係如果你唔覺得核突嘅話，其實講真啦，個公廁點解你唔去舐一下咧？啊，你係要噴啲可樂落去洗一洗佢，你先舐喎。嗱，呢啲咪就係馬腳咯，你露出嚟嘅。其實你仲有少少良知嘅話咧，其實收手啦呢啲嘢。呢啲嘢講真，你如果有廿幾三十歲命嘅話，講真你。仲有大把前途去行啦，係咪？咁你努力啲咯，嚇努力啲咯，因為係啊，做人係難噶。咁你做卑鄙嘅嘢係容易噶啦。咁你要諗下，即係你之後受嘅苦係乜嘢咯嚇？如果你唔諗你之後受嘅苦嘅話，咁咪受到呢個社會嘅制裁咯嚇。咁你因為你好後生，你未知道制裁乜嘢，因為你而家成尺口嘅嗰個 file 咧。其實講真，你如果之後想發圍做啲嘢，起棟摩天大廈嘅話，你又第一你借唔到錢啦，因為你按即係有啲咁案底，隨時借唔到錢啦，應該咁講啦嚇。你問大耳窿係可能得嘅，咁肯定即係做生意冇乜人同你夾噶啦，除非係做埋曬啲即係你而家做嘅嘢咯嚇。咁呢樣嘢要諗清楚啦，要諗清楚啦。幫佢嗰啲朋友啊，都要諗清楚啦。嗱，我呢樣嘢。是很善意去將呢件事分析，我亦都係希望咧啲作惡嘅朋友咧可以勾起一個善良嘅心先啦，嚇少少啦嚇。咁啊，跟住一啲即係憤怒嘅朋友啦，即係唔妥佢哋嘅朋友咧，都釋懷少少，即係
唔妥佢就肯定噶啦，係咪？咁但係問題有時有啲嘢咧，都要即係大家傾下咯。即係你破壞咗個墳，你整翻好佢先得㗎，係咪先？你唔係冇責任地噶嘛？好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分析到呢度先。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我呢條 channel 就帶啲正能量俾大家，就希望大家即係睇我嘅 channel 咧，就有啲得着，有啲養分，開心心咁啦，係啦。咁啊好，咁我哋又下條片見，拜拜。